农夫山泉有点甜，我家脐橙云又圆。当你打开一箱 17.5 度橙，每一个橙子都能保证表皮完整，个头均匀，外观和口感都能达到超高品质。农夫山泉信丰工厂总经理徐义德这样介绍。农夫山泉 17.5 度橙，17.5 度橙是农夫山泉推出的首个标准化生产的农产品，产品精选了江西赣南脐橙中的优良品种，通过数字化的种植和管理，最终实现了每个橙子个头、重量、糖酸度、果皮、颜色的完美统一。 17.5 度橙已经上市，便成为国内最受欢迎的鲜橙品牌。农夫山泉赣南脐橙产业园区是江西信丰首个国家级 4A 景区，在全国众多橙子工厂和产业园之中，能获得这一称号的独此一家。而位于园区的农夫山泉信丰工厂更是配备了由世界顶级设备制造商麦夫诺达为农夫山泉定制的鲜果分选线，整条产线由法国进口，配备的鲜果分选系统、无损红外糖检测仪、独立自动称重系统等各类智能化设备，被称为黑科技水果工厂。信丰工厂是目前全亚洲最大鲜果分选工厂，同时也是亚洲最大的单体鲜橙处理厂和榨汁厂。作为农夫山泉信丰工厂的掌舵人，徐义德介绍，在农夫山泉赣南脐橙种植基地，每一个 17.5 度橙都拥有独立的二维码身份证。此外，我们还为鲜果制定了脐橙智能筛选体系，经过这些标准化筛选，每十个一级赣南橙中也只有三个可以入选 17.5 度橙，是当之无愧的橙中之王。